山东的早饭，看看吃什么啊？麻烦您给我来一碗这个粥，这个啊，然后给我来一个鸡蛋，对，还有什么吃的吗？这什么呀？煎饼盒。哦不，这个酒店盒。啊，要一这个，要一这个。好。啊，这里是丹东的火车站，这里有一个毛主席的像。我刚开始以为他的手臂呢是冲向的南边啊，因为南边是朝鲜嘛，我还以为他是指挥大军过大江的意思。后来我打开我的手机辨认了方向以后，发现它不是冲南，而是冲西，啊。然后送团的这个董经理呢告诉我说，这个冲西呢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你如果冲南，朝鲜那边会有意见啊，因为他你在什么意思？要收复我们朝鲜嘛？啊，好像不太合适，所以改成冲西，那是他的手势由来。因为一般来讲，毛主席的像都冲东嘛，他的因为东方红嘛，但这个地方是冲西啊，是丹东的一个特色，很有意思。啊，好，现在我就要跟着队伍准备要前往朝鲜了。现在正在过鸭绿江。这个是新桥，老桥被美国人炸掉了。车开得很慢，这个桥是居然是火车和汽车混用的，汽车也可以。这个这边是那个什么汽车呢？汽车这边是走汽车。美国差不多炸到中国境内了嘛？刚才看见有士兵站岗，两边两个反差，不知道到那边是不是很大的反差？有朝鲜士兵站岗，这边就应该是朝鲜了。这朝鲜的，这边是已经跨过鸭绿江了。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朝鲜的。这边明显就感觉差很多，差很多啊！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也是一个新义州，也是一个好像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哎，它游乐场了，游乐场也有。边境那个黄龙，那个啊，这边已经是朝鲜的人民军的站岗了。人民军呢？朝鲜人民军呢？呀，他刚才房子大房子都差不多的。有个砖的。够呛。站台上面有几个女的在表演，不知道什么意思。性质不一样呢。是好的意思吗？欢迎吗？免费一会儿呢。你看，你这个跑进来。这是今天的午饭，在火车上，现在在新义州。午饭还可以，有鸡蛋，有泡菜，有豆腐，哎呦，还有肉，还有鱼，还有生菜，当然了，还有一个朝鲜的水，还有米饭。OK， 开吃。经过严格的安检以后，海关以后，我们现在。这是踏上朝鲜的土地。外面下雨了。
这里应该是个学校。哇，打标语，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路口。两边都是农田，这里的房子有一点仿古的感觉，跟在韩国这个古民居看到的类似。看不到什么车，基本上都是自行车。这边的经济基本上都是农业为主，看不到任何工业。这里距离平壤还有一段距离。这是进入平壤的第一印象，看上去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平壤的街道。是，还是挺清亮的啊。这里是朝鲜的平壤。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电车，这个电车都挺大啊，公共汽车。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行了，可以啊，就是说不是那么差啊，不是那么差，至少平壤是这样。路上跑的都是进口车。这里是朝鲜的平壤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倒是有点气势啊。我们已经到了，但我是一个人，一会儿还得拼团。到处都是标语。我们的导游在哪里？
哇哦，豁然开朗，他们都带着像章，哎，每一个人都带着。哪里？我们的车在哪里？啊，朝鲜的车牌，朝鲜的车牌。啊，这个车不错。我们只有21个人的团队，用的却是一个大金龙。辛苦了，那首先我代表朝鲜国际旅行社的全体员工向各位嘉宾莅临朝鲜观光旅游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谢谢。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今天我们能有机会见面，可以说是我们的缘分。我希望各位珍惜这缘分，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理解，好不好？好，谢谢。这次旅游呢，就是我们朝鲜国际旅行社给大家安排了4位，就是2个导游和1位司机和1位摄像师。还有呢，这位也是我们旅行社的摄像师，这4天期间给大家摄影整个路程。如果大家有位然后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光盘，然后给大家卖光盘的。如果大家有愿意的话，有心意的话，就给大家多反映一下，多挥挥手。还有呢是明天的路程告诉大家吧，是明天我们去开城，位于李平壤168公里处，所以我们那个是有军事分界线的城市。还有高丽人参，世界有名的高丽人参的原产地。所以我们明天去开城，然后后天去妙香山，下一天呢就回国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的朝鲜的那个特产品，这里呢就是羊角岛酒店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里是黑着灯的，现在客人来了以后灯打开了。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吃饭，那边那是宴会厅，7点钟吃饭啊。现在在等着分房卡。我今晚呢就要和这位大爷一块醉。大爷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是那个玩呢，有才华的人啊。咱合影。哎，好，这就合影了。啊，合影了。哎呦我天，你看你这玩意儿高级。我这那个挺大结果可能没有你这好用。我来扯上，我看你来的转一圈。这就是小。小都照下来挺好。OK。好，现在进房间了。就是羊角岛酒店的房间，很整洁，很不错，比想象中要好。从这个窗户这儿可以看到江面，不知道这什么江。房间还不错，有清香剂的味道。这个怎么开呀？有2个沙发，哇，从这可以看见整个平壤。
不错。哇，看看看吧。好像也有点雾霾，我把这个伸出去。这叫羊角岛酒店，这酒店好像就建在一个人工岛上一样。刚才已经说了，不许我们外出。啊，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主题思想塔了吧。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平壤市区，我看卫生间设计有点问题，它这个没有滴漏，所以所以说它这个洗澡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浴帘搭在里面啊，否则的话水溅出来以后会弄到哪都是，而且它没有滴漏，没有把它漏下去。好了，现在去吃饭吧。这是酒店上来以后的走廊，整体的装修还是很不错的。这电梯间，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平壤的一个全景市景。现在夕阳的彩霞还能看到一点。刚才我们就从这条路过来的，很快从火车站，从火车站然后穿过那个桥，啊，穿过这个桥，很快就到了这个酒店，啊，现在我看这个酒店还真是能看出这个羊角来，远处那个就是羊犄角，看见了吗？是羊犄角，然后羊犄角过来到我们这个酒店这个地方，一大片这个地方正好盖酒店，在江中间。啊，难怪叫羊角岛酒店。哦，真的。现在我们在酒店的外面了。羊角岛酒店就是在羊犄角的最底下。这个酒店还是很有气势的。到江边看看去。我们的房间在37层。现在我们去吃饭。这是1楼的宴会厅。我的座位在哪里呢？哇，很漂亮嘛！这是我们那个位置吗？应该是吧。哦，很丰盛嘛。丰盛。还有酒吗？酒可以喝吗？酒可以喝吗？这个可以喝吗？啤酒可以喝的是吧 ？OK。
单要了一碗朝鲜冷面啊，这可是在朝鲜的地盘上，肯定味道不一样喽，是不是？有肉，有面，然后还有芥末，有辣椒酱，尝尝一会儿，只要30块钱，很便宜啦，这可是4星级的酒店。先来盒啤酒啊，享受生活吧。现在是晚上了，的确像这个谷歌地球上拍摄的那样，到了晚上平壤市灯光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很亮啊，基本上都是黑的，只有这个主题思想塔是保持常亮，还有一些楼房也有一些灯光，但总体来说是比较黑的。